走，我刚好上车拿东西，开车门，然后以为是游客，有家长问他说，哎、欸，爸爸妈妈，他说他只有一个人，他忘记怎么走去了，对，哎、欸，那小哥，好，走，把那一栋我们的车。好大哎！啊，不用，不用担心啦，我们会带。你们认得这个小朋友？好。你要住？这附近金子店应该就只有那个南北杂货行旁边的而已。你家住这边哈？这个是你们，这是你们孙女吗？这个是你们的孙女吗？对啊。哦，他刚刚走，他忘记怎么走回来了啦，在那个福德池那边。就是啊，我一直在忙，我只忙着去问那个店员，他说有一个妹妹，买茶叶蛋，啊，你的茶叶蛋呢？在我们这里。都在我们这边。啊，行无路人，我转啊！谢谢你们，不会不会。